哎、欸，吃早餐啊！快点啊！有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。不管你睡得多晚，起得多晚，这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。你对啊，对啊。今天呢，我是面包小王子。我今天是肉松流的麦克风啊，我今天有麦克风的。我今天呢是肉松小王子被派到这个 Breakup 这边来呢，做一个现场特别报道。因为今天呢，为了庆祝 Breakup 10周年的一个纪念呢，我们今天来到现场呢，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送面包的活动。现在就开始了，我们现在在准备的过程当中，现在人来人往，因为是午餐时间。然后我现在这样穿到这样子哦，很多人在看我嘞。你要先配一下，大家看看我，然后我脱掉了，脱掉了。大家都开始觉得很奇怪了，我们已经开始惹人眼目了，这是因为我们还有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，所以我们现在暂时呢要先低调一点，低调，低调，低调。Okay, 我们一起讲 Breakout 生日快乐 ，OK？ 一二三，生日快乐，快乐！好，祝大家好，给你一个掌声，耶！今天为什么那么欢喜呢？因为呢 ，Breakout 庆祝他的10岁生日呢，今天在 Paragon 这边呢，就送出100个肉松面包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每个呢都装在这个非常精美的盒子当中。像 Breakout 呢，一直非常的有诚意，你看一下它的装潢，哇，厨房大家都看得到嘛，对不对？它的所有的这个糕点啊、面包啊，全部陈列呢都非常的整齐干净。重点是今天。都是要送出去的，然后我们会有我们的这些肉松火辣肉松美女，大家可以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在 Paragon 啦。然后昨天呢，我们其实是做了我们的电视出击，我们的头牌友好，哇，欢迎非常热烈，在短短的一二三在三秒里面呢，一篮的面包全部被一抢了。原本是应该看到这个比较白的美的，就是。表情有不同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下，今天来到这个看起来很高档，非常的哇！你看阿巴斯那个地方呢，今天大家的人都太拥挤了。你看，请你把我车厢。庆祝呢 ，Breakout 庆祝他们10岁的庆生，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有一个特别非常火辣的表演，要呈现给在场所有的朋友。你看，那么多人在看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大家准备好了没有？我的舞蹈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喽！预备备，一二三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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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舞蹈大概是排到这个地方，可是已经非常有诚意了。你看他们跳这样子，然后 QB 要掉下来哦，他们还在跳舞嘞！哇，掌声鼓励一下！哇 ，Good job！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 ，Breakout Sunday 成功！耶！那点评是有没有吃贝道面包？我们这边要面包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们贝道的忠实顾客，你知道是什么？哦，这个你懂它的名字是什么吗？为什么你会买呢？你很喜欢吃这个，对不对？常常都来这边的 Breakout 买面包，多常会来 Breakout 一次，几乎2天来一次。哇，有看到 Breakout 就买这个面包就对了，他就只是这个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一种口味，就像一些这个朋友们呢喜欢吃那个肉松面包是一样的哈。支持 Breakout 多久了？几年了吧？几年了都有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在新加坡成立多少年了吗？应该十年吧。十年，今天庆祝他们10岁的生日呢，所以呢就哇，刚才有人。Breakout 生日快乐！